晓得您发现了没有，目前国内的出版社和书店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所陈列的宗教书籍呢，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书籍，而是混杂了奇门遁甲、人像大全、紫微斗数、天道和神道等等这些书籍。事实上呢，这些绝对不是世界公认五大宗教或者七大宗教的一类。这种错误的归类法不只对于出版界是一大讽刺，也容易误导社会大众。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明辨宗教书籍的重要。啊，对不起，这个题目是问得很好，我不赞同，因为我是研究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的人，我花了漫长的时间来研究宗教，研究世界的宗教，并不只仅仅呢是五大宗教或是七大宗教。所谓五大宗教、七大宗教，这是因为人数多，因为啊，它传播的时间久，它的传播的地区广，所以把大家把他们当成了这五大宗教或者是七大宗教。这如果讲的不好听的，就是五大霸，这七霸五霸了变成了，这个并不是很合理的。所以宗教本身呢，我们要看宗教的现象或者宗教的内容，它是不是属于宗教的这个范围以内的一种啊产生功能和作用的啊一种事物。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啊人类在自己的知能范围以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希望得到啊从人以外的神或者是啊灵，那在佛教来讲是说佛菩萨以及呢护法神等等呢得到启示，得到帮助。启示呢是直接的让你反映到，帮助呢是暗中的，所以冥冥中的让你啊可以渡过难关。像这一些的都是宗教，因此宗教呢有原始的社会的原始人类的这信仰的宗教行为，另外呢也有呢所以文明的人类的宗教的思想或宗教的呀这个现象。凡是有宗教现象、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功能的都应该叫做宗教。但是有一些宗教是原始的、非常朴素的，它并没有啊一定的理论，它只有信仰的事实、有现象的呀事实，而没有啊宗教的这个形象，或者是教团的组织，或者是教主的这个设立，或者是教义啊一本一本的经典的这个印刷和流传。因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讲，什么奇门遁甲算不算宗教，这个紫微斗数算不算宗教，什么神啊、什么牛头马面啊、什么神啊、什么天啊，算不算宗教，讲说灵异现象啊，算不算宗教，都应该算。不过呢，一个是基础的民间宗教，一个呢是啊高层次的，就是啊高级宗教，要把它这样子来分。如果这样子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像那一些杂七杂八的那些书啊，叫做杂书，叫做杂教，也是宗教的一种东西。有人喜欢药啊，他这个不想来拜佛嘛，他没有想要空掉自我啊，没有想说什么无常啊、无我啊，这种不愿意接受啊，他现在还要有我啊，因此呢就找这些宗教的书啊来看。所以这些书呢非高级宗教的产品，但是呢它是高级宗教最初的基础，是共同的基础。因此高级宗教有没有这些东西，高级宗教呢有的是否定这些东西的。像我们佛教，原始的佛教释迦牟尼佛时代，
衣钵心相这些一些杂学杂机杂性杂教统统要把它放下来。佛教徒要纯粹的就是说以佛法僧三宝啊为依归的，不归于那一些说天神呢、啊、外道啊一些呢这个啊旁门左道。那但是呢现在我们呢旁门左道也是道啊，这个天神外道也是道啊，那也算是宗教。所以我们呢现在看到宗教的书籍有那么杂呢我们不需要反对，不过呢应该多多的呀弘扬宣传呢正统的高层次的呀佛教，而那些东西自然而然呢就会啊受淘汰。但是很奇怪哦，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原来啊是研究佛教的，而且写了好多佛教的书，最后结果呢他偶尔啊就碰了这个一本书，是一本紫微斗书或者是奇门遁甲类似的书，他一碰啊他就进去了，他好像是慢入门的，一下子他就写出书来，从电视上电台上以及呢出版的书，他这个财源滚滚，这个出版的书洛阳纸贵，电台电视非常叫座，收视率蛮高，结果呢他不务正业了，原来的这个佛法他放下来了，就专门做这些行业去了。他见到我就说不好意思是法师啊，我现在不务正业，我来做外道。我说你做外道的同时你也告诉人家，你说这个你是在不务正业，你是在做的外道的东西，帮人家一时的忙，一个基础上边还有很好的佛法等到你们来，如果你这样子讲，那我说也做得很好，很有功德。如果你忘掉了佛教，你否定了佛教，专门来弄这些东西，那你对不起你过去啊所学的，这是为了钱呢，你这个出卖了佛教了，你出卖了自己了。那他说好，我要这样子做。那个这位教授现在还是个佛教徒，但是呢这是现实的问题，所以人还是要现实了，不现实没办法。但是现实到说把佛教忘掉了专门弄外道，这个也是太过分了。那我呢在这儿讲，我承认那些是宗教，但是不是啊高层次的宗教的产物。